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，今天要继续玩一点 DPO。 那阿神 DPO 我已经看你玩那么多次了，每种生物你都当过一次了，我已经没有兴趣了啦。等等，大侠请留步，爆粉等等啊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冷饭热炒。今天 DPO 来了一个大改版，它新增了两种新的生物，还有重新分配了一下生态域。哪两种新的生物呢？目前我完全不知道，我打算跟爆粉一起玩。那我记得我上次的名字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取叫做佩鲁佩鲁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次要叫做帕拉帕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们啊，我忘记选伺服器了，刚刚的伺服器好像是日本伺服器，是不是？日本没有很远，好，那就日本伺服器好了。我们选个蚯蚓好了。我记得我在上一集的留言底下有看到 Bob 们说，要是如果我们在深海地区长大的话，我们好像会变成深海鱼的样子。而且我有注意到我们的地图完全不一样嘞，这是什么新的生物？哪里狗嘞？刚那个看起来有点像是，那是海龟吗？感觉像有乌龟哎，好赞哦！我想当乌龟啊，怎么样子当乌龟啊？我发现生态域变得好浅哦，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形状了。对，这一次我想当看深海鱼，我们去深海底下好了。哦，酷哎，这样子就不会卡在海底下。那个又是什么？哪里狗嘞？哪里狗嘞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可以咬它吗？我没有办法咬它，它也没有办法咬我。那个是什么啊？鳗鱼吗？还是电鳗之类的？还是那个是深海？等一下，这是浅海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？等一下，鳗鱼会在海里？鳗鱼是在海里面呢、啊？对，鳗鱼是在……等一下，鲶鱼是在河？等一下，对，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同时，差点被吃掉。鲶鱼是在河川里，电鳗、欸，它可以在深海，也可以在……咬不到我啦，咬不到，咬不到。我跟你是，你看，我还可以钻到你的体内呢。现在会扣血，你们刚好看到吗？好酷哦！我这是旧的生物，好哎好哎啊！我变深海鱼了，好哎！我现在补血的速度好快哦，为什么？一瞬间补了100多滴回来，慢慢吃慢慢吃，我真的变深海鱼嘞，这招真的有用。附近有虫虫，我可以吃螃蟹，我们是近亲，好吃好吃。一个拦截，我上来的话会有水压哎、欸，你要下来吗、哦？它不会有水压问题。我下去吃东西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办法咬你，头上还有呆毛哎、欸，三根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我要怎么样子变成电鳗啊？它可以电人吗？好像没有办法，它可能不是电鳗。看到一只 Bob Fish， 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我现在变成一只水母了，脚抖妈的，脚抖。好补哦！你看，我一获得能量，然后就可以往前冲。等一下，我走下面好了。你看，现在深海跟浅海就只有一线之。等一下，你又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个更像水滴鱼哎！你们知道水滴鱼长得很丑吗？刚刚那个生物好像……等一下，这已经超过两种不一样的生物了。不是说新增两种不一样的生物而已吗？我被骗了！哦，我变大只了。嘿，我已经是海中垃圾袋了。看样子我现在不会有压力问题。是水母，没咬到，可恶！上面那是螃蟹。我们只要小心来，其实可以慢慢的变大只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目前看起来要进到前十名的话，还蛮 easy 的。哦，感觉好像可以咬死它、哦。Can we？ 不要走啊！好了，不闹它了，不闹它了。进到前十名的话，好像只要100多 K 的样子。哎，为什么第三名？哦，看错了。第三名的名字很长，我还想说为什么第三名没有分数？第三名的分数才300多 K， 怎么觉得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到达前三名啊？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要上课吧，最好是会有人像我一样半夜4点在玩这个游戏，笑哎、欸，赞，我变海鸥了，现在没有保护时间哎、欸，哦，因为海面很浅了，我上来了，在半夜4点不会有什么。可怕的生物会想咬我吧？现在海上的岛屿二是、啊、海鸥的话有4座岛，然后企鹅的话变成是3座岛。左边那个浅岸他把它取消掉了，因为作者可能发现浅岸好像没有什么录用。我比较喜欢这种地图，其实之前那种 beta 测试地图啊，有一点怎么讲，有点太凌乱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一些蛮没有意义的，还是有几只海鸥在这个地方哎、欸，然后。岛好像变小了、欸，对耶、欸，作者发现海鸥太好浓了吗？
是每一座岛都是这样子，还是只有那一座岛是这样子？过来看看。哦，这座岛、哦、好像是树变成两颗，可是每一只果虫还是一样是三颗的样子。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比较平均，不然你其实在天上飞在地上弄都是一样的话，最好是会有鸟在地上弄啊，这样子有可能还会被虫虫戳欸，对不对？在天上的风险可能比较小，也没有比较小啊，一只杀人鲸跳起来就把我们叼走了。哦，海鸥真的是很难当欸，不过这个岛是我的凌晨四点岛。怎么办？我想称霸伺服器哦，凌晨四点不称霸，更待何时啊？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时候才要称霸啊，有没有？我们敌人很少，对不对？听起来好像很赞的感觉。我其实还蛮好奇，就多妈的，我要变海龟，那真的是海龟哎！哦，我变福分了，就到吃到天上的鸭鸭了。我还蛮好奇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吃掉？我们什么时候、好像很危险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变成那种奇怪，我可以去偷吃到一点肉肉吗？当个小鱼翁可以吗？会不会有点太贪心？算了，那边有金鱼，我们还是在我们的海底下好了，因为我们是海底的王者，我们可以去深海，对不对？我们去深海好了，也许我们要到深海我们才能够变成那种奇怪的生物，也不一定。我想变成那只奇怪的电鳗，然后好奇那只电鳗的它的技能是什么。吃吃吃吃吃，找我们去深海。哎呦，我看得到你了、啊、哦，他现在隐形是完全隐形哎，好猛哦，灯笼鱼，死开！哎，不要咬我了 ，Go away！走开啊！现在安康鱼隐形是完全隐形哎，好酷哦！哇哦！你们刚刚有看到我一个冲刺吗？傻傻的，我可是 DPO 王者哎，刚刚想吃我是不是？尽管你比我高上一阶，我依旧可以干掉你。好像很好吃，吃掉、啊、海龟，我是海龟。等一下，水鸭，水鸭，就他妈的，水鸭好像有点痛。啊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水鸭会慢慢变滑耶。哦，海龟有什么用啊？50%什么东西不会受到水母？有50%的护甲值不会受到水母的伤害。啊、酷哎、欸！我小时候有个奇怪的印象，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水母能够吃乌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个奇怪的印象。然后现在分割海底的地方不再是一片大陆嘞，它中间都会有洞让你上去。然后现在地图好像变得比较短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它没有那么的大了，好酷哦！护甲级有什么用？就是它攻击我的时候，我暂时不会受伤吗？哦，我需要呼吸，我需要呼吸。通常那种小小的小型垃圾袋啊，你被攻击到的话就不要停了，因为你停下来只会死掉。你只能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型的垃圾袋好了。那如果是大型的垃圾袋的话，尽管你被攻击到的话，我、哦、看到一只小型的。尽管你被攻击到的话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子他就要一直跑，因为他3秒钟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一直点左键的话，一直疯狂点左键的话，好像也会比较快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这个是 bug 吗？尽管你没有气，可是你在水里面一直点左键的话 ，scare。应该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嗯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，你看，抢我肉，抢我肉！我玩了这么久，我是第一次发现哎、欸，海龟能够到极地吗？不行，可是有免费的肉，好赞哦、喔！还有一块，可是有点冷，海龟怕冷，我们就不要过去了。那我下一阶段我会变成那一只奇怪的鳗鱼吗？我想看到我的龟壳，看起来一定很酷。我先呼点气好了，上去呼气呼气。好，哎呦，我的铠甲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我想跟人家相撞看看。你愿意？哦，那只也是什么鱼啊？没有看过那个鱼哎、欸。哈，你是深海鱼对不对？对，它是深海鱼，我把它吃掉了。有没有什么深海？不是深海，有没有什么？不妙。
不妙，你不要碰我。那个感觉好像互咬也会受伤的样子。我现在4%就要进化了，还没有体验当乌龟的 feel 啊，有没有啊？先尽量不要吃到东西好了，有没有？好恐怖哦！我不能吃到这些经验值，有点像是弹幕游戏哈。没有生物嘞，凌晨4点，哎，你要不要醒醒啊？哎，咬我一下啊！我都快进化了，不，来个生物咬我一下嘛！不要不要那种很恐怖的就好了，小型好吧，中型、啊、中型看到我就跑了，你要不要咬我啊？他好像不会受伤哈。咦，冲刺，真的有用哎！啊，跑走了，哦，快进化了，剩下3%，刚刚右边虫可以咬我吗？有，战斗战斗，嗯，疯狂点左键。不，快没能量！一想啊，我可以变身了，我们变成安康鱼好了。我到海底下了，总觉得、欸、咬你，再咬，再不要走啊！这是我刚刚学会的。没有用，一直点左键只有对乌龟有用哎、欸。它只能用在特定物种身上吗？真有趣哎，这可能是乌龟的 bug 吧。再来一下，come on， 只差一下了，差一点点，应该多咬个几下。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变隐形的话 ，Hello， 嗨，现在我们如果变隐形的话，就是可以完全变奇怪的生物。不要走啊，不要走啊！等一下，他怕压力吗？好像不怕哎、欸。哎，对耶，他视压力为无物哎，他完全不怕压力。搜卡，独留一只。哦，好赚哦！快吃东西，不能够吃海底下的东西，有点亏耶。不过我们现在是深海的王者，好赞哦！我听到这款游戏每次改版回来就好像新的游戏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哇、哦，下面好多能量，好想吃哦，好美哦！来，天啊，我今天超凶哎。哎呦，你看，我真的是海底的霸王哎、欸！我的妈呀，见谁杀谁哎、欸！来，再给我一些食物。In this road， 啊，这个梗已经用过了，不要再用。可是鲍本好像很喜欢低音炮，鲍本超爱低音炮的。身为一只安康鱼，哎，我这样没有撞到，太离谱了、哦。嗯，好像没有什么肉哎、欸。这螃蟹怎么吃起来没肉没肉的、啊？我现在伤害是100滴以下，我不知道虎鲸伤害，哎，这样子就可以知道每一种生物的伤害是多少了。哎，只是一个卤肥宅。好了，凌晨4点玩这款游戏的我表示我也是，我是一个卤瘦宅。哎呦，吃，水母要不要进到我肚肚里？水母好像也挺补的，好像是死路，哎，不是死路。等等哦，我想变隐形。听说你吃到什么东西，你隐形的话就会跑出那个东西。你看，欸、真的、欸？那如果吃红色的嘞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而且我是真的完全隐形哎、欸。你看这样子，谁看得出来啊？哎、欸、呦，哇，好赞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们试试看诱捕好了。啊，你很小，不想吃你。来，走开。我们试试看诱捕生物好了。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要吃红色的。就的，有，这样很明显吗？有了，哦，一定觉得很恐怖。还有没有啊？好赞哦！来，哎，这个好难瞧，要瞧刚好不会吃到东西，然后不管了。嗯，怎么咬不到？再一下，不要走，跑走了啊！我想诱捕，啊，快进化了，怎么办？我还可以诱捕吗？吃一个，哎，还没进化，好，小心，不要进化，好，冷静，我要吃东西进化，有没有人要来吃啊？凌晨4点这么奇怪的时间，来吃嘛！有，想吃吗？
伤害好高哦！啊，我没有能量，傻瓜！哦，我现在可以变成企鹅，或者是这到底是什么生物啊？看一下，黄带鱼，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比海鸥低，有水压问题，比海鸥低阶的动物在你周围会回血25%，水母是你主要的食物，不受你保护也不能够毒害你。哦，所以我是小型动物的保护者，可是我是专门吃水母的。我只能吃比我大只的生物，然后小只的生物 ，soga， 好神奇的动物哦！这到底是什么什么？它本身的习性就是这样子吗？哎，我好像可以咬你，对吧？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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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大大大大，有话好说啊！水母水母，我主要的生物哦，好像真的很补哎，水压慢慢补回来了。所以这种生物真的也有水压的问题，黄带鱼。那一只虎鲸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。那这样子，我变成最大只的生物的时候，会变成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有黄带鱼，还有海龟。可是我还看到那个很像水滴鱼粉红色的生物、欸，哎，一起啥？哎、欸，到底一起啥？我现在觉得灯笼鱼啊、安康鱼变得比较好玩了，因为它是真的可以完全100%隐形。要是我刚刚有能量的话，我就可以把那一只家伙干掉了，我把它压到土里面，头上有呆毛，好可爱哦！到底是什么生物？所以我是一个捕食哎、欸，我是一个超级莫名其妙的捕食，嗨，可以不要跟我抢东西吃吗？身为一只大型鱼类，我只能吃这些海底下的血血，已经觉得够委屈了，好不好？可以补血，可以补血，来来补血，我可以帮你补血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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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你补血，我还能够吃什么东西啊？我可以咬你吗？我可以咬你、欸。嗯，赞哦！他好像是比我大的生物，好补哦！他刚刚怎么会想咬我？好，我现在可以变成三种生物了。那我就变成，如果要玩虎鲸的话，我们要是海獭吗？不是海獭啦，海獭是很可爱，那个是海豹。海豹，来看一下极地地区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地方改变好了？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海中那个鱼，可是变好少哦，记得之前有好多哦。经验值也没有很多，它重生了，这是一个生态循环，没有半只企鹅哎，天哪！身为一只凌晨四点的海豹，是否觉得有点孤单？没有东西可以杀戮，可恶！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慢慢浓大吧。人之海中还一群家伙躲在这里，看到你们了，往哪里跑？这是一个死胡同，哇、哦，好赞哦！超多的，超多的哦！他们会这样子复活啦。他们刚复活的时候会是半透明的状态，所以其实这些东西，他们就走着走着走着，然后 AI 告诉他说：“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，那我们就一直往这个地方走好了。”看起来是没有用，所以目前有用的好像只有海龟的样子。我找到 bug 了，海龟其实很猛哎、欸，可以加速啊！我变成虎鲸了，好哎、欸。我现在是最强最强的生物了，我们现在的分数是 487K， 是海龟，我可以吃海龟吗？跑走了。我们现在的分数是 487K， 如果我们要到达第一名的话，你现在分数也太高了吧， 1500K， 凌晨4点在搞什么鬼啊？可能是外国人，对，可能是外国人，可是日本伺服器，我也常常跑去其他的伺服器。第一名，是第一名，嗯。这边是深海，他应该不能够待太久，他应该会死掉。嗯，哦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，第一名不？哈、啊，可恶可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可是 DPO 王者，咬到了，到现在应该还没有呼吸。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呼吸，他应该就快不行了才对。可恶，他上去呼吸了，糟糕，八嘎呀喽！他现在有气，刚心跳瞬间加速，好刺激哦！
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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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我干掉他，赢了！我的妈呀！我现在不能够叫他大声，现在是凌晨四点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 地平王者！哦，我的老天鹅啊！太刺激了吧！我说好麻哦。Right， 今天这集阿文秀差不多干到这喽。希望我们喜欢今天这集阿文秀，想要看到更多的 DPO， 没有错，在他下次改版的时候还想要看到的话，记得点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我应该再拍更多的 DPO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